中亚西安首脑下个星期在印尼开会，商讨如何携手救援和重建印度洋海救灾区。我国空军和海军基地将开放做中转站，方便国际赈灾队运送救济品到印尼。我国经济今年增长超过8%，明年预料将介于3%到5%之间。 今晚的10点新闻完结篇，海杰和燕青同台播报。专线记者联手送上报道。优频道新闻晚上10点。Samsung为你献上精选资讯。 2003冬季恋歌，2004再掀寒风，韩国超人气偶像张娜拉主演《红豆女之恋》，韩国年度大戏李秉宪、宋慧乔主演。我现在赌上我的一切，专心爱着你。就在此，我还是爱你。全因有你。 我们大胆掀起了寒潮，优频道率先引进《爱上女主播》《秋天的童话》《冬季恋歌》《夏日香气》，让金素妍、宋承宪、宋慧乔、袁冰、裴勇俊、崔智友、孙艺珍等韩国艺人也在本地家喻户晓。 除了在国际间赢得奖项的肯定，优频道也努力走出新加坡，做出一出品质优异的跨国制作，例如《杨门女将》《书剑恩仇录》《吉祥如意》《西街少年》《甜蜜风暴》等等，在中港台三地都获得了不俗的收视，成功将本地艺人推向亚洲。 优频道也在戏剧制作上做出了不一样的尝试，也不断设下新的里程碑，呈现了本地首部由电影导演指导、使用高解析度摄影机拍摄、描述恐怖分子入侵新加坡的电视剧《家在前线》。钟琴为了爱上女车长，努力学习。 成为本地首位考取巴士驾照的女艺人，1000万多，这一家人为什么会痛哭流涕？为什么我们会那么不幸？中大大，以及不落俗套、有笑有泪的恭喜发财。看看四个女人各自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，要如何重新站起来的完美女人。 看一个人换了心，是不是连身旁的命运也换掉了的一心人？你不要跑啊！我知道我需要个健康心脏啊，我不是在帮我找吗？心脏呢？欢迎来到玲珑。这什么地方？还有倾全台艺人，结合综艺与戏剧，幕后人员轮番上场的终极戏剧《玲珑等》。天是有眼的，玲珑。感谢你们的支持。 才让我们能不墨守成规，做出这些与众不同、多番尝试的本地戏剧。新加坡一年中有无数大小的慈善募款晚会，优频道“人心慈爱赵万千”为近年来第一个不设任何奖金奖品、不用利诱的慈善捐款节目。我们全台艺人和海内外艺人一起献力。 台前幕后一起尽心，我们用真诚感动所有新加坡人，一起伸出援手。实力全都告诉大家，请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来。我们现在目前电话通数已经是40万通了。现在有一些摇晃，有一些摇晃。希望师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稳住。不要，慢慢的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做到了。 他必须在3条绳索被烧断之前挣脱捆绑。加油！一根绳索烧断了，第二条烧断了。
谢谢，谢谢明伦。今天下午还下了一场大雨，所以那边的风势我们可以看到钟情身上的衣服都可以看得出来，风势相当的大。但是钟情他从来都不退缩，他告诉自己他今天一定要再次完成这个任务。现在钟情犹豫了，他没有再往前迈步，可杨志他在极力的平衡他自己的身体，就快成功了，快及格了，到了。我们今天晚上一共筹得了多少善款？有没有破500万？648万！谢谢大家，因为刚才的战线跟朋友认捐30以上，谢谢所有有爱心的朋友。是我们今天的目标是500万，已经破了600万。路不会白走。我们一起留下无数痕迹，欢笑、光荣与泪水。更谢谢你的一路相伴，我们不会离开。这不是结束，而是另一个开始。报业传讯全体工作人员，再一次感谢你多年来的支持和鼓励。谢谢。I thank you for this. I thank you for the good times. As we go on together, I just want to say I'm glad you're here tonight. Thank you for the way.My life. I thank you for your love. It helps me through the hard times and the joy we share together gives me all I need to make it.For the way you hold me tight, I thank you for this. I thank you for this. I thank you, it's been so.Thank you for